好，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1日星期二下午12:07至26，地点红楼201会议室，出席委员王委员荣章等17人，主席江委员启程。报告事项一：宣读本会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日程未审定，主席宣告本次院会议事日程草案内容朝野党团无法达成共识，原潜力将本次院会议程草案提报院会处理，并宣告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于这个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异议？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会议记录确定哦。那跟委员会报告，因为本日院会尚未开始进行报告事项，本次程序会先依原拟编议原拟议程草案进行。等到今天院会最后进行状况，再授权议事处调整，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咨询事项。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十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1月11日星期五、15日星期二上午9:00至下午6:00，地点本院议场。报告事项一：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录。二至四委员李彦秀等拟具《性别平等教育法》交教育局文化委员会审查，《全民健康保险法》二案均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五委员王定宇等拟具《政务人员退职抚恤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六委员钟孔照等拟具劳资争议处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七委员罗明才等拟具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八至十二委员陈明文等拟具云嘉农业特区发展条例草案、商标法均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国立故宫博物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公务人员退休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三委员周春明等拟具公务员服务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四委员蔡益瑜等拟具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十五委员郑宝清等拟具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十六至十八委员吴育群等拟具废弃物清理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蓝屿核废料储存厂处理暨补偿条例草案交教育及文化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化学物质管理局组织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十九至二十一委员吴坤玉的拟具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职业安全卫生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二委员张廖万坚、委员林维洲等分别拟具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四至二六委员李鸿钧的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就业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七委员王玉明等拟具入出国移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八二九委员林静怡等拟具灾害防救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劳动基准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三十委员赵天麟等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三一三二委员苏贞清等拟具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外国人投资条例交经济外交国防两委员会审查。三三至三七行政院函请审议要事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海关进口税则修正草案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组织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三八行政院函送提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名单请同意案交经济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三九至七一经济部、科技部、文化部、总统府通传会、外交部、教育部、交通部、卫福部、盟战委员会、国防部、行政院、原民会、公平会、财政部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七二至七四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报告审查委员提案等经审查决议不予审议，请查照案。七五至八八教育文化等委员会函未预算决议，请查照案。八九至九一经济委员会函未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九二至九八外交国防委员会函未请愿案，审查结果提报院会，请查照案。
99-103行政院函送委员提案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一二，民进党党团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公路法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至五委员黄国书等拟具教育部组织法、教育部体育署组织法、教育部青年发展署组织法，经交司法及法制教育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六至十委员赖瑞荣等拟具公路法、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经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空气污染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经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十一至六十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经济部、退辅会、卫福部、客委会、交通部、国防部、通传会、劳动部、文化部、科技部、司法院、原民会、教育部、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平会、蒙藏委员会、中央银行、财政部、台湾省咨议会等函送书面资料交相关委员会，六一至七三经济、教育、文化等委员会函为财团法人决算案行政命令与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七四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函为行政院函请审议农业金融法第39条条文修正草案，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七五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函为行政院函请审议长期照顾服务法部分条文修正案，改交该会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七六委员林维洲的拟具住宅法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七七委员卢秀燕的拟具公共场所母乳哺育条例，七八至七九委员林立产的拟具就业服务法二案，均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八十八一委员赖世宝的拟具保险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法院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八二委员王惠美的拟具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八三委员廖国栋的拟具烟害防治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八四至八八委员许玉仁的拟具货物税条例交财政委员会审查，运动产业发展条例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民法、民法亲属篇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所得税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八九委员许淑华等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九十九一委员许正卫等拟具村里长因工伤亡抚恤条例草案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淑华公路瓶颈路段改善建设特别条例草案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九二委员曾明忠等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九三九四委员柯志恩的拟具师资培育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刑事诉讼法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九五九六委员卢秀燕的拟具奶粉管理法草案交经济、财政、社会福利、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技师工业条例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九七委员王玉米的拟具职业安全卫生法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九八委员黄惠美的拟具农业基本法草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九九委员严宽恒的拟具长期照顾服务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部分100-105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家事事件法、民法均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体育团体法草案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国定假日法草案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产业创新条例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森林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亲民党党团提议增列部分106-109亲民党党团拟具电业法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离岛建设条例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全民健康保险法交社会福利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地方是性废弃物储存地回馈暂行条例草案交教育文化经济两委员会审查。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以本院委员执行部分宣读完毕。好，如果有委员要登记发言，请到主席台前登记，在议事人员宣读完毕后，依登记顺序请委员发言，发言后再行处理。我知道，我现在先宣告，因为现在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所以议程草案报告事项及质询事项就通过。那另外做两项宣告，因为第一，如果今天下午有进行处理刚才审定的报告事项部分，如果与院会决定通过有重复列案或提出复议者，授权议事处删除。二，如果下午未进行处理报告事项，第一案议事录除原列第九次会议议事录外，加上第八次会议议事录。另外，院会原列第九次会议报告事项，除刚才审定增列部分外，其余议案递延至第十一次会议。好，我们现在这个来宣读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那么各位同仁，如果要登记发言，到主席台来登记，我们宣读完毕就登记截止。
讨论事项一：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二、动物保护法修正案；三、国民年金法修正案；四、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五、电业法修正案；六、公路法修正案；七、法官法修正案；八、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九、立法院各委会组织法修正案；十、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十一、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十二、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十三、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十四、住宅法修正案；十五、国军岛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十六、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十七、201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增列；十八、时代力量党团建请院会做成决议，将劳动基准法修正案审查报告退回，由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重新践行必要之审查程序，请公决案；议事处增列十九。预算法修正案二十，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二一，医师法修正案等七案，宣读完毕。好，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宣读完毕，有两位登记发言了，现在请登记发言的委员来发言。第一位，请钟委员孔照发言，时间两分钟。好，各位委员啊，主席大家好。针对第九届第二次会期，我们第十次的会议讨论建议事项列案顺序如下。那请议事组人员代为宣读。好，我们麻烦工作人员代为宣读。第一案至第十二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报告事项第二案、第六案、第七案、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三案至第十五案、第十七案、第十八案、第二十一案至第二十五案、第三十二案至第三十五案、第三十七案至第四十三案及第九十四案等院会所作之决定，提请复议案。第二案以下：农业发展条例修正案、动物保护法修正案、国民年金法修正案、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案、电业法修正案、公路法修正案、法官法修正案、立法院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各委员会组织法修正案、立法院议事规则修正案、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第十三案至第二十五案，立法院修宪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案、国军老旧眷村改建条例修正案、医师法、物理治疗师法、医师放射师法、心理师法、呼吸治疗师法、助产人员法等修正案共七案、农会法、渔会法、森林法、山坡地保育利用条例、水土保持法等五案、矿业法、能源管理法、光碟管理条例等三案、著作权法修正案、商标法修正案、预算法修正案、中华民国刑法修正案、证人保护法修正案、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修正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及中继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审查总报告案，宣读完毕。第二位，请王委员玉敏发言。李彦秀了，对，不好意思，李彦秀委员。来，赖博士，好。谢谢大家。本委员会本党团针对第十次的院会哦，有增加九个讨论事项哦。那今天我要透过我在上面的发言，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前面排列的国民党希望增列的两个讨论事项。第一项跟第二项当中，第一项是针对于目前争议最多、民意反弹最高的劳基法一例一修的修正案。虽然刚刚在朝野协商的过程当中，朝野有共识哦，明天早上要重听录音。但是我在这边我还是要提醒，本院其实是各个委员会中心主义，当时大家有讨论过，我们还是希望有机会回到委员会重新再倾听民意，毕竟现在劳团
绝食已经进入第四天，人命关天了，我们还是希望执政党可以尽速与民对话。与此同时，我认为回到委员会再重新审议，再重新讨论，有机会对于民进党版本的一例一休，我们大家可以好好讨论，并且可以听到劳团的声音。那第二案，我相信是全国民众高度关注的食安议题哦。昨天在社福委员会讨论的同时，这个亚东协会的这个副秘书长回应说，我们因为跟日本没有邦交国，所以没有办法有司法互助。事实上，我在这边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目前有邦交国，包括美国，虽然我们没有邦交国，我们有司法互助。跟菲律宾没有邦交国，但是我们仍旧有司法互助，跟好几个国家都有。所以在如果未来，当然我们目前我们坚决反对五个县市辐射食品进口，但是我们仍旧认为，如果没有签订任何司法互助还有相关的条件之前，我觉得我们目前不宜进口福岛相关五个县市的食品，因为毕竟现在产地改标的状况，我们只能够罚到原来的这个进口商，原日本的出口商，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做任何采取相关的法律的刑责的作用。所以在这边我再次强调，第二个案子是有关于全国的食安问题哦。所以我希望这个案子有机会回到院会，我们好好的去做这些讨论事项的排案的讨论。以上，委员会对。好，谢谢。那么。我们请议事委员帮忙先读国民党团的提案。第一案，针对建请决议，针对10月5日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劳基法一例一休等七案之审查报告，建请重新退回审查，以维护民主审议的立法体制，请公决案。第二案，在台日双方未达成司法互助之前，日本福岛临近五县市食品严禁输台，请公决案。第三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将苏正清委员送交纪律委员会议处，请公决案。第四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修正案。第五案，国籍法修正案。第六案，反族群歧视法草案。第七案，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第八案，野生动物保育法修正草案。第九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建请卫生福利部于一个月内审酌医疗体系改革之方针时程与医疗人力缺口之关联，重新检讨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之配套措施，以免头号医师养成之资源甚至流浪医师产生，请公决案。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讨论事项已经发言完毕哦。我们先处理中委员孔照的提案，请问有没有异议？没有。好，那我们有异议就要处理了。好，那我们来协商。我都照各位的这个意志了哈。那我们就协商啊，两边两个党团派人协商啊。我们的这个案子没有什么没有道理，都加进去啊。你们去谈清楚啊。那就好了嘛，那就列进去就好了。干嘛表决？纳进去就可以了，不要表决啊。你知道呀。
好了，现在因为这个对中委员孔兆的提案有异议哦，现在这个协调没有结果，所以我们就只好处理进行表决，请清点在场人数。好，表决完以后，我们就一开始会来重批啊，涉及到劳工跟这个好食品的这么重要的。16位哈，在场16位，17位，17位，现在赞成中委员孔兆提议的，请举手。赞成中委员孔兆提的，请举手。请问几位？9位。好，9位过半数啊，我们就通过。好。好，我们议程草案讨论事项依中孔兆委员的提案修正通过，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我要表决啊，因为已经过半数了。好了，那我再请问，好好好。案要表吧，没有提案不一样的案。不是第一案已经通过，怎么会再表决第二案？这议事规则哪有这样？因为这两个案子其实是竞合啊，这两个案子是竞合。是争辩，主席，主席，我们来是争辩啊。不是，这个议事规则本来就是这样嘛。我们是争辩。好，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了。已经通过了，是争辩案，我们不是说要争辩而已，我们没有否定，还是争辩，我们是争辩，我们是另一个版本，不是，它是第一案，是第九案，第一案到第九案呐、啊，这不是争辩，这个是讨论，你们是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到第九案，所以不是争辩，这个你们是在排定这次会议讨论事项的顺序啊。那就是争辩，第一还不看，建议争辩。他是说要争辩，可是他列为不是的，列为本身建议争辩讨论事项。这个不叫争辩，你不是争辩，是列在后面，你这排在前面，怎么会叫争辩呢？哎，主席，主席，这个两个程序要处理。第一个，我们是争辩，我们不是提出一个完整的这个议程的版本，所以你应该先处理争列这一部分顺序。你如果说不争列，当然没有顺序的问题；有争列，你如果对顺序有问题，再来处理嘛，好不好？我来处理，来，来，我们请这个议事人员说明，议事处是不是说明一下？来，请说明。跟委员会报告，刚刚那个主席的宣告，他已经有说依中孔兆委员提议修正通过，就是在他宣告这个部分。没有关系，我们这个宣告先不管，我们先照议事规则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如果说我的宣告是有错误，我可以补正，没有问题。如果说他是要以两个提案的概念来看，因为他互相没有重叠或是排斥。那如果说先做了前面这一个已经确定了，然后刚那个书记长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并没有排在讨论事项的第一案到第九案，而是要争列。建议哦。对，他的意思是。好，那我说明一下，因为你们的提案是。列在第一案到第九案，好，那现在你们的说明是要增列，好，那所以应该，所以我们在程序上应该先表决哪一个案子？如果说书记长刚刚的意思，他认为说他并没有要列在第一案或第九案，那我们是希望说他可以在这个提案上把本次院会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九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暂时就那以前面那个增列讨论事项这个部分？好不好？应该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这个请议事人员再确定清楚哦。国民党党团，我们的提案，我们是增列在前，对不对？那增列，我当然要意思表示说，我要增列在哪里啊？所以是增列完的第一到第九案嘛，这是一案嘛。刚刚的处理程序，我觉得其实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这个增列，然后要排一到九案，市长这个案子应该优先处理，先处理要不要让我们增列这件事情。我作为议事表示，我提增列案，我当然要议事表示说我要增列在第几案啊，不是吗？这跟这个没有违反呢、啊。我们再说明清楚好不好？跟委员会报告就是这样子。我们以往那个程序委员会都是先提案先表决，那如果说刚刚是中孔兆委员先登记，然后我们的处理模式是先提案先表决。
那刚刚已经中统赵委员已经修正通过，但是主席他是认为说可以再做修正，所以如果你增列的话，我们可以主席如果同意，所以你们就要修正你们的提案了、啊，就是说增列本次会议讨论事项，也就是说你如果这是一个案，你要增列在第一案到第九案，那已经处理完了。那你如果说你的提案是要增列，那就要现在就要再决定说要不要让你们案子再增列进去，所以那个所以应该是这样子的逻辑，好，所以你们现在是一个案子，这一个案子是要增列，而且要列在我的主旨还是增列啊？对了，不是啦，这个不是主旨，你这个增列讨论事项如下，并列为本次会议的第一到第九案，所以你这是一个案子，你不是两个案子，所以你要么就提两个案子。要么就是你去修正这个案子，我们来处理这个案子，对不对？所以你现在不但要增列，还要增列在第一项、第九项。所以如果这个是这个案子，就已经被否决掉了嘛，因为已经通过中统召那个案子已经修正通过了嘛。那有被否决的？已经修正通过他的案子，就没有你的案子存在嘛。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两个案子不一样啊。是不一样，但是他整个把。下次会议的会议的这个讨论事项的顺序都排好了，那已经通过了，所以就没有你们的案子了嘛。如果你要排在第一项到第九项，当然没有你们的案子啦。所以要么就修正你们的提案嘛。没有我们的案子，当然没有我的案子。好，基本上在这里的提案啊，我们不可能先跟民进党去谈好，好，所以我们一定是照我们的想法来写，民进党也是照他的想法来写。那主席当然。你就要来面对这个，看怎么处理。好，那我刚刚要强调的概念是说，因为这两个版本，它其实它不互相排斥，一个是一个案子是，如果是以你们的提案，当然是互相排斥嘛。没有，有一个案子是，它整个是说建议这个第十次的会议讨论事项顺序如下，对不对？这个是民进党的提案，我们的提案是说。建议增列如下，然后当然列为讨论事项的一到九案啊。那我的意思说，其实这两个案，它并不是百分之百冲突的案子，没有，所以其实它应该要两个都要处理。至于说哪一案过了啊，那是表决决定，但是不能说不处理啊。我是觉得说这两个案它不相冲，它是应该被处理的啦。来来来，请赖委员。主席，这里面呢，主席处理是有矛盾之处了哈。我们看到立院的议事规则第十一条讲得很清楚，如果你把它视为这两个是要就是得互斥的，就是这个中统召委员的提案过了，我们就不处理。讲的是互斥的话，那我们就视为修正案嘛。如果把我们视为修正案，我们要先表决了。那你现在如果是变成说我们是另外 extra 的再加上去，那。你不能把我们的案子干掉了，这是两个事情，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是提对他的，假如你把他视为说是他表决过了就不表决我们的话，那就是我们是他的修正案，这样子要先表决我们的，不能先表决他的。好，请坐，好不好？请坐。那我如果重新处理，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就处理，我们就处理增列的部分嘛，对不对？就处理增列的部分嘛。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中统召委员的提案已经通过了。然后就是要处理国民党党团增列在后面的部分嘛，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嘛，对不对？你现在是增列嘛？好，那我们现在请问各位，依顺序哈，主席，以后的处理应该是增列案要先处理完之后这个排定顺序。对，容我说明啊，因为刚才会务人员已经说明过，说我们依惯例都是这样处理。那如果各位有意见，我们请这个议事处跟程序委员会。把这个以后的这个处理顺序啊，我们定得更仔细，就是说就提案的性质，我们要编定表决顺序啊，可能要把这个议事规则把它这个处理清楚。好，因为这个刚才跟我们说的就是照惯例处理。那如果惯例一向是这样，那我们现在要改变不是不可以，但是我们以后也不要说这一次变成这样，然后下次又变成另外那样，我们把这个规则。把它定清楚好不好？但是我们一时之间在这边也没有办法去把它讲得很清楚，但我这次愿意我们再来投票一次哈。那么如果在场同仁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们就针对国民党党团的提案对增列，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有增列的这个九个案子是否同意增列的部分需要表决吗？
民进党党团这边会接受吗？好，那因为他们希望要表决有意见哈，那我们来表决。好，十六是吧？对。好，出席16位赞成的请举手。6位。赞成的6位。赞成7位。赞成7位，并不到半数。好，那不过要问反对的，反对请举手。好，反对的8位哦。这个赞成者少数，赞成者少数不通过。好，我们议程草案，议程草案讨论事项，就依中委员孔照的提案修正通过。现在请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会审查者共6案，2.1请愿法第4条之规定，系属应提起诉讼者共7案，3.1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5条第2项规定，函转权责机关处理尽付者共23案，宣读完毕。好，请问人民请愿案有无异议？没有异议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临时动议，我们今天散会，谢谢各位。